大陆股汇市消息，马上带你来关心的是，今天沪深两市呢是开高走高，沪指重新站上了3100点，两市成交量可以说是明显放大。带你来看到上证指数收在3153点，成交量是1233亿人民币，而深圳成指则收在13305点，成交量是789亿人民币。汇率方面呢，带你来关心是人民币对美元是6.828比上1美元，人民币对台币则是1比上4.723块台币。